我们的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先生》《Universe》，然后是国际服的。先来看一下公告。这个怎么好像没有人放？乌鲁皮娜好像有魔改啊，结果还是没有把圣王的词开出来，还是要拖多久才把圣王放出来？哦，好像有魔改啊，但是有点懒得翻了，可能去那个之前 Google 表单整理的那篇里面会有。然后这次的活动与玄虫之战，可以换 SS 沙夏这只嘛，然后然后一个伊丽莎白，这个好像是在右边这边有条件达成的话可以拿到，我刚有看到，但是我条件没达成，好吧，就还是一样打关卡掉道具哦。然后可能有能力值提升几倍啊，还有登录有奖励上。哦，没有吗？圣石的洞窟26，有开哦。哦，预告，什么时候啊？还不确定什么时候开。然后 1.17.0 更新，这个又什么时候？我都平常都不看公告的。6月1号4点到8点他写的啊，不是那个时间不要找我。然后要改 UI 设计哦。还有什么追加新功能，注目他没有写是什么吗？我让铁人训练，就那个训练的上限可能变高了，不用再几个小时啊，八个小时点一次吗？终于哦，什么时候会跟日服的一样？那剩下的都是之前的公告了嘛？那我把上次没有换完的那只先换出来。不然我怕我会忘记，那只蜥蜴人。这还要看吗？之后更新就可以重复看它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更新就是了。什么格拉哈？我只记得它是蜥蜴人，真正的名称完全不知道。好吧，送的啦，就不用期待会太强。找了一下，蛮普通的。OK， 然后这次的活动玄虫之战嘛，我不知道够不够换出来了。看一下不够就下次再换出来。武器它有掉武器啊？可能特定角色会掉，完全没注意。250，好，我可以换出来。那剩下的碎片就是让你升50等用的嘛，其他这些应该还不够，我把角色换出来。这个不好说，这个已经有了。这个嘞，然后白金票券，没了。那还有得换，好吧，那剩下我收台再慢慢把它换完。OK。那他打关卡就有掉武器吗？有武器。特定角色会追加武器掉落。那我只有过到21关过了，
22打不过，我刷前面的关卡比较轻松啊，后面好像掉的会比较多吗？还是其实也还好？好，大家看想怎么刷，自己决定。那之前的应该不用看了吧？这快结束了，这个也没打完。部队链这个已经满了。守护者银龙，哦，好卡，哈哈哈！我电脑怎么卡成这样？这个还没换完啊。好，那就来抽东西哦。欸，不对，我可以换角色，换一下再来抽东西。新讲词还要看吗？没有人的攻略可以参考一下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讲。总之，那个先留着够换圣王跟旧的钻，其他随意。这样讲对不对？我是都够啦，因为这个我可能看他之后有没有打折再抽吧，还是不一定会有的。打折这种事不好说。然后这也是送的吗？回复强化。生命之水，低消耗全体攻击，这招还行，但是没有扣属性。这招继承应该不错用，虽然威力都一而已。然后那个奖励还有一只 A 的可以换，我还换不出来，在刷的时候没有注意。可以换这只特定角色500只讨伐，这几只其中一个在队伍里面杀500只敌人，可以换这只。这个 S 而已，应该也不用太期待会很强。好吧，招式不知道有没有好用的，可以拿来继承降腕力。 OK， 讲词齁，讲词我就随便讲了，没有去找一下那个表单，他只有这个哦，这次到底怎么算啊？2500，1500，哇，我不知道这怎么算的，大家可能爬一下文哦。他只有三，他如果到五的话，或是后面两轮都写出来，可以算一下。4000、6000、3抽嘛，一抽2000，三分之二，可能第一轮是66折嘛，好像可以抽耶，我要不要抽啊？下一个活动再决定，我先看一下别人怎么弄的哦。这个应该不会那么快消失啊，居然一开始出就打折是怎样？他魔改了什么我也不太确定呢。 SS 的单体技好像还有另外附加一招剑气，是不是打两次，然后时雨。我爬一下文可能会抽，我想说 没打折就等打折，没想到这只应该有魔改啊，但是具体改了什么还要查一下。然后伊丽莎白单体双属性，单体的就呵呵 SSS 3S 加晕眩，加昏厥不是晕眩，看着都能讲错。平底锅回击是怎样？有几率的反击就对了。我怎么觉得这有没有魔改啊？原本有那么强吗？反击，那这次就普通，很普通。好，非常普通。我看上去觉得它很普通啊。就这三只嘛。这个第二轮到底是怎样啊？它有没有血？
我爬一下稳，下个活动再看看要不要抽好了。好，那来把其他的东西抽一抽，每日的抽了，然后白金票券，哪有奖池一出来就打折了？是要把大家的钻消耗光是不是？这一定有鬼！第二轮不知道几折啊？是后面 折扣越来越高还是怎样？我爬个轮再看看。嗯，所以这个时候看别人抽的影片就很有用，看一下第二轮是怎样的折扣。哦，螺旋回廊20号重置嘛。然后这个活动的白金票券，哎，没了。UDX 私人，是之前的。然后这个我把它抽掉了。哎，几折啊？七折是不是？我有点不太记得了。嗯，印象中是七折啊。然后机器人。那这次的奖池，好吧，大概这样，我去爬个文，这次是，嗯，好，爬个文再说，那就这样，先收台了。